这里是大逃生指挥中心。卢某报警称说他弟弟姓卢，是出租车司机，已经失踪了。在这个通过 GPS 行驶轨迹发现，在我辖区蛟河河边有停留。交管运管处一直在就是查他的行车轨迹，然后发现他就在赵田跟宁晋之间有多处停留，就是每个地儿停十几分钟，就可能人就在这个附近。报警人卢顺称，失踪的出租车司机名叫卢天胜，家人与其失去联系已经有十余个小时了，这种情况很不寻常。卢天生的家人根据出租车公司提供的行车轨迹也进行了追踪，发现卢天生的出租车在大曹庄这个区域停留较多。后来卢天生的家人又在出租车行驶过的道路边上发现了一些血迹，他们觉得卢天生肯定是出事了。警情就是命令，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在和报警的失踪人员家属做了简单的交流之后，民警立即展开了对现场的搜索。很快就在小河北侧的土路上发现了一些疑似血迹，凭借多年的刑侦经验，大队长张浩马上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起侵害出租车司机的恶性刑事案件。量不大，这个擦蹭血是实施伤害完以后这个留下一种血迹，如果要是实施伤害时的话，它应该是滴落血。这个擦蹭血迹量非常小，反映不出什么情况来。一个是询问了这个出租车车牌号，但是咱现场没有发现出租车。另外一个，咱询问这个失踪时候所着的衣着，啊，还有一些体貌特征。这个卢某呢，他失踪的时候身穿一件橘黄色的外套，然后下身着这个黑色的裤子，啊，然后身高大约是1.6米。现在发生出租车被抢的这案件是非常少，因为他那出租车本身不值几个钱，而且出租车司机本身也不会带多少钱，对，所以说我们感到是非常的困惑。据了解，失踪的出租车司机名叫卢天胜，是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人，49岁。卢天胜驾驶的是石家庄某出租车公司的正规出租车，车内应该装有一些防盗抢的技防设备，但是警方在调查的时候没有发现什么线索。近年来抢劫出租车的案件很少发生，那么卢天胜到底遭遇了什么呢？民警在搜查时既没有发现出租车，也没有找到司机卢天胜。由于天色已晚，民警决定等天亮再扩大搜索范围。第二天早上，民警在搜索中有了重大发现。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河中发现遗物，案件真相让人费解，我们感到非常困惑。你说有可能是财杀，有可能是情杀，也有可能是仇杀。失踪车辆异地出现，究竟何人所为？没有办法取得这个嫌疑人的正面信息。嫌疑男子行踪不定，追捕民警千里缉凶。小河一案，一线正在播出。在现场，民警发现除了小河北侧的土路上有血迹之外，在小河河边同样也有多处血迹。很快又有民警发现，在浑浊的河水中有一件红色的衣服时隐时现，这跟报警人反映的卢天胜在失踪当天的衣着特征十分接近。民警立即找来了打捞工具。是吧？
都扒不下，都不摘。我昨天我丢了，你弄我昨天丢了就上来。咱们打捞上来以后，发现这个尸体身上有明显的这个刀痕，有明显的外伤，所以咱初步判断应该是他杀，应该是被害。那个，他那个身份号多少你知道吗？我手上、脚上都有伤，都有这个利器伤，而且在尸体的衣服内部装了好多块砖头，是吧？这个直接反应就是杀人抛尸了。通过我们这个现场勘查了，根据我们的平时工作的这个经验，这应该不是第一现场，有可能是抛尸现场。综合现场情况，民警推断，卢天胜应该是在2017年12月30日22:30左右遇害的。那么，卢天胜遇害的第一现场又在哪里呢？追查出租车司机的 GPS 行驶轨迹，当时的时候，因为这个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搏斗，所以大片的麦苗被压倒，地上有多处滴落的血泊血，可以断定这是第一现场。并且在现场周围还散落着犯罪嫌疑人从出租车司机上卸下的 GPS 定位器、计价器等零部件。十号他们应该是那个电动车倒是干这那个什么倒车的时候撞上来的车上那个破碎片。被害人卢天胜从事出租车行业已经20余年了，有着丰富的经验，防范意识应该也不差。那他这次是因何而遭遇毒手的呢？我们感到非常困惑。你说有可能是财杀，有可能是情杀，也有可能是仇杀。经过咱们与这个出租车司机的家属进行这个了解，这个出租车司机卢某平时为人比较和善，也没有说跟别人说起过什么矛盾，平时性格也比较内向。后来分析，谋财害命的可能性比较大，有可能是激情犯罪，啊，吵架是怎么着啊？虽说近年来抢劫出租车的案件较少发生，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嫌疑人谋财害命的这种可能性。民警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找到被害人驾驶的那辆出租车。民警推断，在出租车上应该会有案件侦破的关键线索。而就在此时，山东省德州市的公安部门传来了一条线索，在德州市人民公园对面的这个停车位上找到这辆出租车。这个车头啊，车头朝南，就朝这个方向，车尾朝北。当时呢，这个车呢呈这种车门啊都呈这种闭合的状态，这个车顶的灯箱啊，这个左侧给破碎了，这种塑料的碎片上呢有那种血迹，不是特别明显，包括这个左侧的车门，这个车窗上也有不明显的血迹。车内驾驶员位置上这个散落的物品上，以及这个驾驶员头顶的位置也发现也有血迹，啊，就是综合分析吧，这个可能啊有这种驾驶员被害的有这种可能性。综合已经发现的各种线索，民警认定，嫌疑人应该是在河北省境内将卢天胜杀害以后，驾车来到了山东省德州市，并将车抛弃在了这里。驾车人是谁？民警迅速调取了相关的监控资料。嫌疑人在乘车的时候戴有这个口罩，
所以没有办法取得这个嫌疑人的正面信息。在德州的市区的视频反映是，他们到是德州市区的人民公园不远的一个位置，把车抛下以后啊，这两个人就步行的就走了。我们就随着就按照他们这个行走路线查找他的，就是抛车以后他的行走轨迹，最终又发现他们又进了一个小餐馆。一路追踪这个视频监控，因为德州天网建设比咱们这儿要先进一点，他们这儿这个从汽车现场，一路跟着监控，发现了他们这个在这快餐店，这个进行就餐的这个监控视频，然后才取得这个嫌疑人的正面信息。监控录像显示，驾驶出租车来到德州的是两名年轻男子，民警对着两人的行动轨迹继续进行了追踪。就开始这个在周围进行这个调查走访，然后在这个汽车现场附近的一家旅馆里发现嫌疑人有临时入住的登记情况，然后当时也留下了这个姓名和身份证号，但是咱根据这个姓名和身份证号进行查找的时候，发现这个所查的人员信息与嫌疑人体貌特征包括年龄岁数有较大的差距，所以咱判断应该是嫌疑人用虚假身份进行的这个入住登记。从入住到离开，两名嫌疑人在宾馆内逗留的时间不足6个小时，并且他们使用的是虚假的身份信息，警方无法确认他们的真实身份。接下来的追查中，警方也没有发现这两个人的踪迹，嫌疑人到底是谁？他们又去了哪里呢？2018年元月1日的下午，警方在查看出租车司机卢天胜的手机通话记录时，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这个线索能给案件带来转机吗？手机出现可疑通话，究竟谁在使用？不是他平常的常用联系人的通话记录。发现踪迹，再次失踪，嫌疑人最终逃向何方？小河一案，一线正在播出。据被害人卢天胜的家人反映，在2017年12月30日22点之前，他们曾两次与卢天胜通话联系。可是，在22点30分以后，他们在打卢天胜的电话时，接听的却是一名陌生男子。他们因为担心被害人嘛，跟被害人有过通话，前两个电话被害人都接了，第三个电话是一名陌生男子接的电话，然后这名陌生男子称被害人去拿钱去了。根据这条线索，咱及时调取了被害人的手机通话记录。民警发现，在2018年元月1日的00:20，卢天胜的手机上有一个奇怪的通话记录。通话记录非常可疑，不是他平常的常用联系人的通话记录。然后再根据这个调取这条通话记录，的机主身份信息，查到了这个是这个石家庄市的一名叫吴姓吴的一个女性的这个联系电话。民警此前分析，出租车司机卢天胜应该是在2017年12月30日的22点30分左右遇害的，那么在该时间段之后使用其手机的人，很可能就是案件的嫌疑人。
而这名嫌疑人跟石家庄的那名姓吴的女子肯定认识。然后咱根据咱掌握的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正面图像，出示给这个吴某进行辨认，确认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据调查，使用被害人手机跟吴姓女子通话的人名为吴艳照，随后民警又拿着吴艳照的户籍照片与此前在德州某宾馆获得的嫌疑人监控图像进行了比对，最终确认吴艳照正是驾驶卢天胜的出租车来到山东德州的案件嫌疑人之一。他们在这个吴艳照去那儿消费过程中认识这个女的，他当时这个据魏红反映，吴艳照说要带她出去玩几天，当时他拒绝了，是吧？我们获取了这个吴艳照这个情况以后啊，我们通过我们公安的核查系统就找到了吴艳照的真实身份，他就是我们辖区不远一个村子叫北河庄村的人。确定吴艳照为案件嫌疑人之后，另一名嫌疑人的身份很快也被锁定，其就是与吴艳照同村的刘静静。这两名嫌疑人在山东省德州市消失后去往了哪里？民警继续调查发现，被害人卢天胜的银行卡在案发后被人取走了10000多元钱。根据嫌疑人取钱的地点，民警再次掌握了两名嫌疑人的踪迹，可是不久后监控再次中断。当时发现他已经离开了德州，还是没有办法发现他具体的去向。然后咱就围绕吴某的这个关系人，咱分析吴某作案以后必定是要是进行逃窜，一方面咱对他进行网上通缉、网上追逃，另外一方面呢，咱围绕他的这个身份，他的关系人，研判他可能出逃外逃的这个地点。吴艳照的母亲在陕西西安，在西安打工的，打工说，既然说吴艳照说住了这么大的案子，他应该是有可能要投奔他的母亲往陕西西安走。当时我们就是追逃的方向说是这么确定的。民警分析，两名嫌疑人从山东德州出逃之后很可能会去投靠亲人，于是民警迅速启动了追逃机制。然而新的情况再次出现，但是当时的时候这个德州开往西安的这个客车已经是全部都返回了，所以咱想他会不会，咱就在这个德州市汽车站附近进行这个走访，咱分析他是往那个方向逃跑嘛，咱们在这个德州市汽车站附近进行这个摸排，发现取得这个犯罪嫌疑人一条重要线索，逃窜的重要线索就是他们已经乘车向这个三门峡市，对，进行逃窜了。在这个期间，我们的指挥部也又从深层次的这个信息方面就寻找两个人的购票信息啊，奔西安的这个公交车信息啊，说也获取了好多信息，是吧？这个当时是我们追逃组前方是马不停蹄，是一直往前追，背后我们指挥部说及时的报发现的信息，通知我们，给我们指引这个追逃的方向。当时已经是1月2日凌晨3点多了，然后咱们到那儿以后，这汽车站工作人员这大部分已经休息了，然后咱们就是这个通过在现场进行这个调取监控吧，发现他们当时在三门峡市已经换乘了往西安市走的客车，
这辆客车咱经过与这个运管处联系，这辆客车应该已经快到西安市了。时间紧急，两名嫌疑人一旦进入西安市，再想查找他们的踪迹肯定会困难很多。负责追捕的八名民警一丝不敢停顿，迅速赶赴西安。2018年1月2日早晨6点，嫌疑人吴艳照、刘静静乘坐的大巴车刚刚进入西安市长途客运站，就被连夜长途奔袭而至的民警顺利抓获。或者说两个人车上还睡觉呢，他们迷迷糊糊，我们就把他抓获了。抓获以后经就地询问，两个人都承认说是他两个人作案，其中一个叫刘静静，一个叫吴艳昭，两个人他们实施对这个出租车司机的抢劫杀人这个行为。我们没想说要杀了他，但是我同事他一直说弄他犯了，后来我也就说弄他犯了。一第一开始的在第一线上的时候，我心里就已经发怵了。吴艳照27岁，刘静静24岁，这两名嫌疑人是同村人。据了解，在案发一个月前，两名嫌疑人还在石家庄某物流中心做装卸工人，每个月有6000-7000元的收入。按照当地的消费水平，这两个人的收入并不低，那他们为什么要铤而走险去杀害一个素未谋面的出租车司机呢？案件发生之后，在当地的出租车行业引起了不小反响。一是近年来此类案件少有发生，二是正规的出租车里面都装有防范装置，嫌疑人是如何得手的呢？小酒馆两人密谋设置圈套，家教缺失害人回己，惨痛教训让人深思。萧何一案一线正在播出。在家的时候，不出门的时候，有人管得比较严。只要出门了，也我不给家里打电话，家里不会给我打电话。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据了解，吴艳照和刘静静都是生活在父母离异的家庭。这地方也希望也说也是不累，也挺壮阔的。这孩子这可挺多的，就是大楼这。其中这个吴艳昭，他的父母已经分居多年，父亲在这个石家庄市物流园内打工，母亲在这个西安市打工，平常这个父母工作都非常忙，没有人对吴艳昭进行这个教育管理，造就了孩子性格不健全。再一个，两个孩子受教育程度非常低，都是小学毕业，而且有一个是小学没毕业，文化程度也比较低，平时就是吃吃喝喝的，有钱就花，大手大脚的是吧，好逸恶劳的。因为有着近似的成长经历，吴艳昭和刘静静非常投缘，相互认识之后便整天混迹在一起。虽然后来两个人都开始在外打工了，但从小养成的恶习还是让这两个人渐渐走上了歧路。其中这个吴艳昭有前科，曾经为盗窃被判过刑。这两个人在农村，他们叫号称叫干兄弟、蒙兄弟，两个人经常在一块吃吃喝喝玩的。就喝了一回，就这一回，他别的也挺惨的。就除了这个跟他搞了过程以后，就出来一回这，别的事。他们大人们，他们劝的，他那心里反正是不能跟他干什么。这一个就本来这一个搞几年的，他那心里一下放不下。刘静静的母亲告诉民警，她这个儿子性格非常偏激，为了一个女孩还曾经企图自杀过。这件事之后，她作为家长就不敢管孩子了，这也造成了刘静静的性格变得更加暴虐，更加肆无忌惮。这次这个他们去石家庄市，就是这个吴艳昭的父亲想为两个孩子找一份这个物流园的工作，搬运工的工作。但是据咱去物流园调查走访嘛，这两个人到物流园以后也是天天游手好闲。
在物流园工作期间，吴彦照又迷上了赌博，还没到发工资的时候，他已经是债台高筑了。面对债主的催要，吴彦照叫上刘静静离开了工作地点，开始四处流浪。2017年12月30日晚，在石家庄市的一家小酒馆内，这两个醉眼朦胧的年轻人开始谋划起来，一场罪恶的行动由此拉开序幕。然后在当时身上没多少钱，在那吃饭的时候就说这个没钱，然后怎么着。后来他就是说，后来就说到这个抢劫这儿，说行，应该是想的不是说什么抢的这个出租车，说的是抢的一个滴滴打车之类的。说出去干多大的，我一直没同意。可是他隔三差五的说，三天两头说，我一直想躲着他，可是又不敢。心想他那天晚上出去吃饭的时候，他说了，我在那想了半天，后来他直不愣登的盯着我，就答应了他。两个人商议好之后，刘静静从一家超市内购买了单刃刀、手套、口罩等作案工具。随后，两名嫌疑人做了简单的分工安排，准备开始实施抢劫。此时，一个意外的情况改变了他们的计划。说原来预谋想抢劫网约车，正好那一天，他们两个人共用了一部手机，这个正好那一天那个手机他们欠费了，没法上网约车。在这个期间是吃完饭，他们这晚上吃完饭以后啊，说就打了一个出租车。没有约上网约车，两名嫌疑人就从石家庄市南二环的一座立交桥下换成了一辆出租车，并对司机说要去河北赵县。到赵县以后，要没找到合适下手的机会，就说往宁晋了。到宁晋那儿正好有赵县跟那个宁晋大街处修路。正好有那个对的那个土挡不住也过不去，然后就是我的同伴就说他知道那个有个小路可以通到那个宁晋县。他说回到宁晋你加多少钱啊？他说再加150块钱。我刘建说昨天就是减了10块钱，说140块钱，加起来190块钱说回宁晋。昨天他妈是修路呢，而已。堵路了，掉头就往回走，走到梅家庄方向的时候，也就是第一线上梅家庄的方向的时候，我们在半路上就说好了，说是可走才能就是十级车，不可走就是十级博士了。在出租车行驶到赵县一偏僻路段后，两名嫌疑人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刀子，逼迫司机卢天胜停车。从卢天胜身上抢得了400余元的现金。后来，两名嫌疑人又逼司机说出微信转账密码和银行卡的交易密码。因卢天胜反抗，两名嫌疑人顿起杀意。说不说，然后就拿刀朝着屁股上扎了，扎一阵，然后后来就拿出钱来了。拿出钱，之后我就是我们俩还接着问他的话，就是说还有没有钱之类的。然后他就还是接着说没有。然后又扎了一个，后来就那样，他也就开始反抗干嘛的，然后我同事就拿过，就是从手里夺过刀子，然后没想着是干嘛，直接朝着人家肚子弄了几下。最终，卢天胜因肝脏被刀刺破后导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他一开始让我找石头的时候，我没找到，我给他转了一圈，但我没找到。后来他从车出租车上报那计价表啊，什么乱七八糟，他报来的时候任何的，他叫我，他说你把那砖头报来，我还以为他要我报来，我去打那司机呢。
然后抱着他的塞到他衣服里，我就把他左腿上司机塞在一块儿，拿第二块的时候，他把镖头抢过来，直接塞到他胸口上。作案之后，两名嫌疑人驾驶出租车，拉着卢天胜的尸体，并最终将卢天胜抛入了邢台市大曹庄管理区境内的小河中。然后就是走到差不多快到我们家的时候，到我家的时候，然后我下车，我回家去看看我妈，然后去我在家里待了一下，大概也就是十来分钟吧，然后就出来。不是，我说怎么你这黑警半夜又回来了？在外面我开下工资嘞，在外面我给你几块钱。本来还对小孩子不是把他叫来的，叫都说他爸在屋里忘带活的，叫他带我出去带活，从老里回来我愿意去去拉人。进来走来一个月嘞，走一个月嘞，我开工资我给你个钱，从来不见我个钱。别人什么都说，他要说这别人不让你，在心里要七八亿的人，莫说别人不，回来家里。从刘静静的家出来后，两名嫌疑人驾驶被害人的出租车一路向东逃到了山东省德州市，将车抛弃在了德州市人民公园附近。2018年元月1日，两人将抢来的银行卡上的钱全部取走，随后逃往西安，可还没下车就被警方顺利抓获。首先就是对不起我父母，对不起家人，自己呢就是说犯下这个罪行，只能说不管怎么着，就是肯定要去弥补这个过错，判成什么样我自己都要去接受这个，毕竟是自己犯下的错。当时犯下这个错以后，我和我同儿开车跑的时候，我就停了，那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但是性质比较恶劣，不考虑后果，这说明了他们法治观念淡薄。后来经过我们了解，跟他的家庭状况也很有关系。很早的就辍学了，家里也是有变异，家庭很复杂。但是就是这么多年没有发生过类似案件嘛，对，他的意识就是他那个警惕性相对还是有所降低。虽然是正规出租车，原先不是有那个叫拍录像的功能，或者是那一个东西，他应该是有，但是让他给拆了，让犯嫌疑人给拆了，嫌疑人把相关的电子设备，只要能拆的都拆了。发生这事之后，我就感觉我也坐出租车嘛，就经常跟他们聊这事儿。首先一定注意安全，尤其晚上10点以后，如果要有相关的乘车人员的话，如果是男性的话，最好让他留下他的相关身份信息，因为现在治安警亭这么多，你随便找个治安警亭把他的身份证复印一下，是吧，起码注册他一下相关信息。如果是有真的有这种非法目的的，估计他就一到警亭他就不敢了，起码留下一个备案，即使发生这事也就是后备无患了，反正也是安全第一。吴彦照和刘静静年纪轻轻，原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想要的生活，却染上恶习，一心只想不劳而获，最终不惜铤而走险，涉嫌杀人。这样的结局可能和两个人年少时的家庭环境有关，但无论如何，这都不应该成为他们去杀人的理由。同时，警方也再次提醒，无论从事哪种职业，都要提高自身的安全防范意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是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